正在变成飞蛾在扑火。你的小手正在跳舞，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？正在迷路，拉着你的手，幸福倒数。喜欢吗？不过有点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搬。你赶紧走，别在这给我丢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就跪下了。女朋友了啊！下班了，辛苦了。哎！要加我微信，我加你不通过，跟我玩欲擒故纵是不是？啊！疼！你先放。啊！这么激动干嘛呀？我就是想让你亲眼见证，我是如何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的。老天爷，我就要加我喜欢的女孩微信了，求您保佑我。不要说任何一句会惹他不高兴的话。是。我也想让你尝尝等待的滋味，角色互换怎么样？不加了。对不起。油腔滑调。安全带。哦。顾总，刚才陈宇老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愿意再给工作室一次机会，重新给他设计一套方案。不过前提条件是，之前的那面墙还是要保留。那不跟之前一样吗？对啊，而且之前提过那么多次方案，能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就是，他这次点名让江小宁给他设计。我？为什么？他说只有痛过的人才懂得如何治愈。我，顾总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您自己也说了。他连设计师助理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不可能完成的。
佳宁啊，祸是你自己闯的，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能不能完成啊？能不能？我会尽力的。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以后都可以随时请教其他的设计师。老板，但是我没让你完成项目，只是让你出设计的创意。我试试。好，干活。是。虽然是创意图，也尽量要严谨，有问题问我。好的。小宁，成功说的对，争口气，也许就歪打正着就设计出来了呢。谢谢大家，我会尽力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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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看来你不是那么倒霉的人，好好加油吧。所以你是因为江小宁跟你说的那些话才愿意跟我接触的，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终于发现我优秀了呢。还聊吗？他都怎么跟你说的我呀？他就说你是一个人还不错的富二代。就没了？嗯。人不错呢，是肯定的。富二代嘛，其实不算。我是靠自己努力创业赚钱的，我爸的钱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俩从小关系就不太好，而且他也不太需要我，他身边有人尽孝。你还有个兄弟？我要是有个兄弟就好了。我们家的事儿呢有点复杂，回头有机会再给你讲吧。总之就是，我不爱用他的钱，我不希望像我妈一样被钱绑架。你呢，要么就把话说完，要么就一句都别提。你这样卡在这儿，很尴尬。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故事，夫妻感情早就破裂了，又不离婚，因为面子什么的。我问过我妈为什么不离婚，结果我妈说，要是离婚了，她就拿不到现在这么多钱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钱有时候真是太没意思了，我就绝对不用他们俩的钱，坚持自己创业。你别看我开的车不错，那都是为了谈生意撑面子买的二手的。我说完了，你是不是该讲讲了？你这么有个性，你爸你妈肯定从小就特宠你吧？我爸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然后很快组建了各自的家庭，所以我呢，就是今天这家住两天，明天那家住两天，都是家，也都不像家，所以我一有能力就自己出来住了。来，为了我的努力和你的独立，干杯！我先声明啊，我今天出来呢，是替小宁谢谢你。这顿我请。我不管你为什么，只要你肯见我，再烂的理由我都可以接受。小
睡着了。这不会就是你所谓的尽力吧？我卡住了。你看起来确实像卡住了。老板，我能请教一下你吗？树上的鸟儿成双飞。哎，代驾怎么还没来啊？代驾，上车吧。跟我走，什么事没有？哼，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再废话，我彻底废了你。这里安全。刚才酒是你请的。这个，我来。吓唬谁呀？哎呦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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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没事吧？原来是这样，一切都情有可原了，难怪他这么跟我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也许只有你才懂得如何治愈他的伤。我要真有那么厉害就好了。说说你吧，卡在哪儿了？我的概念是，那面墙是不同于现实的另一重空间，是属于程老师的回忆世界。那份回忆如此珍贵，我就想把它保护起来，然后我就卡住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展现另一重空间，又该怎么把它去保护起来。你等我一下。送我的？谁说送你的？打开看看。哦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之前去到瑞士一家酒店送的，那个时候是冬天，整个山顶全是白的，和它一样。我当时住在一个叫玫瑰小镇的地方，那段日子我过得特别开心。哦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水晶球就能想起那段回忆。没错。哦，我想到了，这个水晶球的玻璃罩把你的回忆保护了起来，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玻璃罩把那面墙的回忆保护起来。你反应的倒挺快啊。而且玻璃这种材质啊，晶莹剔透，似有非无，就好像回忆一样。其实我发现你还挺有设计天分的。老板，能遇到你真好。嗯，我是说，谢谢你能让我进工作室工作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能有这么好的机会，离我的梦想这么近。我总觉得自己很丧，好像这世界上的所有好东西都不属于我，我就没那个命。好命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努力换来的。一只乌鸦再努力有什么用啊？我总是失败，总是倒霉，同学都躲得远远的，总觉得我的霉运会传染给他们。乌鸦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鸟类之一，他们会把捡来的坚果放在马路上，等车过去压开了之后再飞过去吃。而且乌鸦非常的专一，一生都是一夫一妻制，他们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捍卫自己的领地和恋人的。
真的，物业还有这么多优点呢。所以啊，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，千万不能轻看了自己。嗯，谢谢老板。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吗？我点了外卖，你还没吃饭吗？老板，你真好。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员工饿着肚子加班而已。快去拿外卖吧，一会儿边吃边整理方案。遵命。刚才早点出脚，我不就少挨几棍子吗？你不能打还逞强。那我是男人，我得保护你啊。不过也算你立功了，至少你扛过了我脱高跟鞋的时间。妍妍，嗯，你以后不要再打人了。为什么？你碰到别的男人，我会吃醋。打也不行啊。反正你答应我，别打别人了。如果要打的话，就打我吧。许承然，嗯，陈老师，江小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天跟我先生说的那番话。虽然你还是个孩子，但我觉得你比我活得通透多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很迷糊的。来，看见那个太阳了吗？我记得有一天呀，我儿子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给你画了一个太阳。从此以后呢，你就永远都不会觉得冷，永远都不会生病了。这个太阳会一直照耀着你，温暖着你。”那天我正好感冒，他就把这个太阳送给我了。这些回忆对您来说都是很珍贵的，是值得永远珍藏的。所以这次的方案呢，我们不仅要把这面墙保留下来，我们还可以给它定做一个保护罩，把它永远的保护起来。江小姐，你的这份心意我们很感激，可是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玻璃罩设计吗？还可以做一些点缀啊，就像是一个水晶球，里面有漫天的雪花，有城堡，有音乐。江小姐，你这些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创意啊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设计方案？具体方案，程老师，具体的方案我来跟你解释吧。这次的美术馆设计，
我们准备加入高科技 AR 元素。老板，这个水晶球还给你。送给你了，设计方案完成的不错，当做奖励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不贵重，酒店的赠品而已。老板还真是幸运啊，总是能拿到赠品。装好了吧，送你了。谢谢老板。我比风景还好看。风景，风景哪能跟您比啊？又拍马屁。老板，您不会开除我了吧？之前你姑姑的医药费和住院费你都还没还清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你走？老板，您知道吗？你有一个毛病。什么？嘴硬心软。其实我的心一点都不软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走吧，太阳快消失了。太阳没有消失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地球自转挡住了你的视线，但它并没有消失啊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它第二天都会照常升起。不要总想着消失，就像我爸妈一样，他们也并没有消失，他们永远在这儿。既然无法改变生活，那就让现有的日子变得开心一些。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看见过你眼里有光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我想啊，你也一定是有您的故事。我看见过你眼里有光的样子，是那种希望永远不要消失的美好。我希望那道光不要消失。我是不是话又多了？没有啊。你说的很对，人生这么短，为什么不活得开心一点呢？这里风景真好。往右边拍一点，会拍得更美。
先生吧。不是跟我道歉，跟我的女助理道歉。七月夏天，一场滚烫热浪。老板，怎么老是想起他呢？娘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正式工作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要完蛋了。右边拍一点会拍得更美。今天的照片发我。看见过你眼里有光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希望那道光不要消失。我要的是晚霞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发错了。过头了吧？顾总早，文献放在你桌上了。好。这花是谁送的？很漂亮。我自己买的。你买的？他怎么还买花了？是要送给什么重要客户吗？如果还需要，我可以再去挑一些的。不是，我买给自己的。哦，江小宁来了吗？来了。让他去我办公室一下。程总，这个项目主要由你们俩来负责。主要是老板娘花是给谁的呀？谁知道呢？我怕你们没有吃早餐，空腹喝咖啡会胃痛，所以拿点零食给你们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小宁，你太仗义了！你搁我呀，早餐就没吃，心里正饿得慌呢。冬儿，哎，把那个居司令猪肉脯给我，我补充补充能量。谢谢小宁啊，做事越来越严谨了。哪里，向您学习。哎呀，小宁啊，这现在老板是越来越器重你了，以后你要发达了可别忘了凯哥我啊。
这么遥远的事情我都没有想过。哪有啊？哎，对了，以后这种小事啊，我们自己做就行了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范玲姐，喝咖啡。顾总找你。啊，好的。老板早，你找我啊？帮我把花修一下，放花瓶里。好的，马上。老板，你为什么突然要摆花了？既然我改变不了生活，那我就想办法让现有的日子变得开心一点。你取笑我？去个公司里每一个人都买一束吧。啊？很为难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买的花是喜欢哪一朵，自己挑吧。来这一朵，来嘛，大家挑一下。真的是顾总来给大家挑的。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突然送大家花了？难道谈恋爱了？叫你啊。对，叫小你。一切皆有可能。大家工作都做完了，很闲是吗？送给你。曼玲姐，你也选一朵吧。喂，顾总您好，有何吩咐啊？帮我订一些绿植吧。OK， 没问题。那个。定什么品种啊？你可以问一问之前经常合作的园艺师，问问他的意见。我希望我的房间里可以多一些生机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个是送公司吗？对，家里也需要一些。好的好的，您放心啊，顾总再见。喂，顾，这几天你的数据非常好，我很想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感觉。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啊，可能最近工作没有那么忙，稍微放松一些吧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那么拼命的工作，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。除了工作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可能就更开心一点吧。按道理说，开心会让你的血流速度加快，对血氧需求增加，机械心脏工作负荷增大，有点奇怪。不过，开心能让数据变好，那你就继续开心吧。啊，好。进来吧。度假村那边出现点情况。怎么了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虽然我们的方案做了调整，但是必定涉及部分动迁，开工时间一定会延后。所以按照时间推算，一定赶不上明年的金案奖评选，您只能等后年了。多一年的时间也未必是坏事，但是不能再晚了。很少有设计师像你这样执着地去拿某一个特定的奖项。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同吧。其实得奖这种事儿没必要这么较真，随缘不好吗？我一直在等这个奖，就算是我的终点吧。
你还这么年轻，就讨论什么终点？得完这个奖以后，你就不过了？我只需要这一个奖就可以了。好吧，不过我一直欣赏你的执着。嗯。还有，你怎么突然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希望我这种暗淡的生活里可以增添一点光吧。你开心就好。不过，开心能让数据变好，那你就继续开心吧，啊！度假村项目暂时告一段落，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。明天，公司安排所有人出去团建两天。耶！谢谢老板。具体行程要去哪，你们自己安排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天哪，刚才老板笑了，是怎么了？我没有做梦吧？哎，他是不是恋爱了？哎，佳佳，那个你口红涂到外面，你赶紧照照镜子。江小年，安玲姐，这次你可能去不了了。你的工作还没做完。什么工作？美术馆的项目阐述你还没写完，而且之前交接给你的项目报表也是急着用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小宁啊，团建回来之前把工作做完不就完了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王凯，我说行你说不行，你是想跟我对着干呢，还是给江小宁打包票呢？江小宁啊，能不能完成？可以完成。谢谢凯哥。没事儿，小意思。我就看不惯他独断专行的样子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事儿。好好工作。细哥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当面说啊！你刚刚出差回来，应该回家休息的。我出差回来带了一些特产，回去带给奶奶和姑姑。谢谢细哥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小礼物。特产我能收，这个我不能收啊。小宁，你要是拒绝的话，我真该生气喽。你送我礼物，我也生气了。放心吧。很便宜的，不是很贵重。我送你回去，真的是没有销售，乖了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好了，好看。谢谢徐哥。我上去拿个东西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？好看吗？看。好看。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消失了？妍妍，我好想你。又思春了。怎么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好长时间不联系我了。最近忙。忙什么？忙着交女朋友。交女朋友了？谁这么大本事啊？我的女神，命中注定的缘分，真命天女，我的克星，余生我都要跟她死磕到底。神经病。拜拜。再来一杯。
你睡了吗？还没呢，正在想明天给你准备什么吃的，怕那边没有合你口味的。喂，老板。我有那么挑吗？不是老板挑，是我挑。作为助理，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。我现在就很喜欢你。阳光交替月光。